你们大家好啊！嘿嘿，我们是无敌的呀！你小子说啥呢你？哎呦喂，不是你干嘛啊？怎么样，你服不服啊？我不服啊！那这下你满意啊？就这样，没想到吧，我没受伤啊！那就尝尝看我的铁拳啊！哎呦喂，不要啊！可恶的监控人，都给我看招啊！不是你干嘛啊你？别怕，兄弟们，我来了！哎呦喂，到底是谁呀？是我，泰坦电视人。可恶，你装什么啊你？你就这点水准吗？接下来轮到我了，拿来吧你。哎呦喂，你干嘛？不要啊！你到底干了什么？哼，泰坦音响人不过如此，最厉害的还得是我啊。